求婚？我怎么求婚呢？喂，大清早你跑哪儿去了？我给你做早餐呢。之前你欲擒故纵，故意吊着赛琳娜，让她满怀期待的以为你要向她求婚，可是你什么都没做，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就是她现在心里充满了怀疑，甚至以为你不会跟她结婚呢。其实吧，我也没有什么欲擒故纵，也没有非要这样。那你做点什么呀？对不同的人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，对赛琳娜就是应该单刀直入。不过也对啊，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跟她求婚的话，女孩不都喜欢惊喜吗？应该她会特别开心，然后就会答应我吧。放心吧，肯定能成，加油啊。行，谢了。快坐吧。出门也不关门啊。喂，今天晚上我在家里做了火锅，我是专门从大超市买的火锅底料，你要不要来吃啊？哦，好啊。好，那就今天晚上6点钟，不见不散，飞呀，拜。Yes.